有到嘉义半路乡去做一个短宣的服务，那在那边他们有做的一些事工，有逐家打扫，有诗歌，有带夏令营，也有到医院去带那些探访病人跟医院的音乐辅导。那在这边他们要做一个简单的回馈跟分享，我们先请第一位队员黄国荣。